测的杰森对上二 D 测的零六。那角色的选择部分是刘康跟 Sub-Zero 吧。是那个枪，这是什么？枪与矛，这是什么？愚钝的对决，对矛与盾的对决，没错。对。想要在这也是冰与火的对决，也是一个冰与火的对决。刘康是用火球气功，对，刘康是一个操控火焰的东方风格的男子，龙的化身，对，他会化身成一条龙，化身为龙，雀板漂亮，杰森绝对不会放过这种机会。哎，这个跳踢以后的滑梯啊，帮助零六抢得非常多的血量，哇，直接爆了。然后后跳，但是被吓死，直接 low profile， 就是闪过了跳跃的攻击。下段气功。那个快打玩家，闪技没有挡到，这个是体练一下没关系，不够的熟练。大概到三点之前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有些人还没到，没关系。杰森拿到一个灯。啊，请大家四台不要凹台哦。去年的时候，杰森也有对上，不要凹台，非常非常精彩，就是有杰森，就是有点算爆冷的，真的要讲。连他自己也蛮意外的，真的，他事后也跟我讲，就是说他觉得那时候进入无我的状态。去年的时候，零六有点紧张，对啊。那今年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受到这个荧幕的那个干扰，因为可能是他在家里或是网络的这个环境比较好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漂亮。EX 吸光了压制滑梯，这个没有奇怪，怎么会勾到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判定非常特别，下次。漂亮漂亮，中了一个陷阱以后没有确认到，哇，这个非常大的失误，但是他马上调整了脚步，把对手逼到角落以后，哇，漂亮，预测了对手的动作，滑梯中段打中以后，血量一口气取得了逆转，蹦，漂亮，克隆体的，这场非常精彩，对，超棒，希望杰森不要受到动摇，双方各拿一个灯，双方现在非常谨慎，没有确认，但是一个 reset 以后。水兵，滑梯。哦，这个 break 有点可惜，因为对方没有办法继续点。飞踢，杰森保持机动，不断的在移动。对，滑梯，一二，停下来，下穿气功，目前每次都得手。哦，跳踢以后的滑梯，中段。零六的小拳干扰非常的成功，这个血量目前是零六拳的优势。对啊，中断，这个已经被发现了。对，就是这个小拳。哇，这个血量有机会。啊，杰森有点操之过急。空对空没有确认，下段脚踏车踢 EX。我们练前四，各位不练习三连。哇，零六选手取得一胜，到最后真的是不知道谁会赢。对。OK， 现在有零六选手一比零领先，双方都有一种。对，非常紧张的气氛，中段被挡住，这是雀板，漂亮，哇 ，EX， 哇，可惜在空中没办法连断，下段气功，爆掉，漂亮，这个爆掉，跳停以后，哇，直接飓风，直接用下歪停止了对方的中段，摔到角落，杰森选手总是会给我惊喜 ，EX 滑梯，双方位置互换以后，这个有破绽，都很可惜，啊、没有雀板到。下气功，下气功，滑梯接近对手。这滑梯接近对手是 Sub-Zero 比较熟悉的玩家才会用的技巧，就是刚好预测对方不会被滑梯，不会挡到滑梯。对啊，所以可以当作一个非常快速的移动手段。这个连段38%，漂亮。克隆梯，哇，这个非常痛的碎冰，痛！啊，可惜被预测到了。这个 X-ray 零六碎冰非常的冷静，对，非常冷静，超级冷静。今年零六强大，对，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减少使用那个终结技，一方面就是维持比赛的节奏，一方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太血腥、太夸张，画面出现在直播台上面。哦，漂亮，漂亮。那现在由零六牢牢的控制比赛的节奏，哇，直接用后腰把对方牢牢的钉在角落，下移以后摔，但是对方刚好蹲着，跳出角落以后，杰森有一线生机，下气功。耶！滑梯大雀板，漂亮，非常漂亮，大雀板，一二三四，啊！很高兴的踢到四下以后，不知道大家结束。克隆体，这个中的话就结束了，非常的冷静。现在杰森真的要好好的把握。零六防守真的太好了。这时候血量领先，零六取得绝对的优势，现在是2-0。二比零。这是胜部冠军赛，所以是五战三胜四。
对，那个克隆体不只可以拿来丢，还可以拿来敲。对，就是克隆体的延伸，再加两半。对，哇，三分雕像是他最强的招，半血了。对啊，Sub-Zero， 但 Scorpion 是主角，但是 Sub-Zero 一直以来都是人气比较高的角色。嗯，在国外的话，大家都比较喜欢 Sub-Zero。忍者啦。国外老美很喜欢忍者，有人知道花体在旋风，强硬的进攻，滑梯，滑梯进攻，牛王来了吗？是把比牛王刚才没到啊，导向了非常有利于自己的画面，双方，双方互相交换的位置都没有打到对手，哦，想哦这个中断，控制对手的出路，哦、没有确认，下一。中段都没有打到，脚踏车踢，27%的血量，继续把队友推到角落 ，EX 滑梯雀板。其实目前每次 EX 滑梯都有确实的雀板到，我才刚讲完他就失误，后摔，把队友打到角落，自己跳进角落，然后又往下面把队友摔到角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镜头没有变？这好像有点 bug， 对啊，超奇怪，好像有个小 bug。哇，被踩到。踩到脸，哇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bug， 超有趣的。各拿一个灯，影响游戏的进行。现在杰森虽然被停牌，但是保持了一线生机。哦，及时刹车，没有撞克隆。滑梯，克隆下段爆掉，给了一点喘息的空间。下气功，下气功，停止对手的接近。下段确认，14%的血量，互相交换位置以后。哎。这个杰森一直想要剑穿的这个前圈去压制对手，目前正在打的没有对控，哇，杰森危险，滑梯啊，杰森出手，中线这个，哦，但是那个没有体力的情况下没办法做，那这个灯打完就起来了，好，现在双方体力都归零，下一互相交换位置，中断，中，哎，哎，这个最后一下竟然没有出来，给了杰森逆转的机会，下气功，加油啊，机器的气功。哇，现在，哇，这个运动非常漂亮。第一场我是滑梯，第二场是郑嘉盛打回去的啊，无解，这个无解。现在准备开始打了，好，恭喜零六，这次比赛非常的完成了，报了去年的仇。不愧是真人群的大龙魔王，今年大魔王表现的。